呢度就是平洲啦，风景系咪好靓呢？每当我哋见到幼稚园学生嘅时候，都会谂翻起我哋细个嗰阵时嘅情况。谂翻起六年前，我哋拖住爸爸妈妈一步一步行入圣家呢个大门嘅情景。我哋喺圣家相处嘅时间，甚至比同屋企人相处嘅时间更加多。呢张就系我哋嘅毕业相啦。就嚟毕业嘅我哋，祝福各位师弟师妹可以喺圣家呢个大家庭入面健康快乐咁成长，编织出一个又一个难忘嘅回忆。